那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你要选择一辆 Lexus 的车款，那么这辆车它最吸引你的点会是在哪里？会是丰田集团他们非常成熟的油电混合科技吗？还是说像是全新 Lexus 他们的很帅气的这种设计语汇？又或者说是 Lexus 它一向惯有的这种舒适、高品质、精致的质感？还是说你只是想要买一台很安全的车子？那我如果跟各位讲说有一台车它综合了以上所有的特性，那听起来不是蛮完美的吗？那你如果看到我们今天试驾这辆 Lexus UX250H，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它的造型非常的帅气，非常的动感。而且除此之外啊，你不要看这一辆它其实是有点 crossover 味道的小修理，它其实车高只有152公分，它其实相对是蛮低的一辆小修理。而且啊，你刚看到它的车头来说，它的车头的这种设计造型，其实感觉让人家非常的狰狞。那或许我知道有些人会讲说啊，它那个气坝，它两个黑黑的那个气坝其实是假的，根本没开动，好像有点虚伪。可是不是这样讲的哦，因为各位如果知道，其实车头过多没有意义的开孔，其实对于车辆的空力表现是没有直接帮助的。那你如果说它空力表现呢，这辆车它 0.33CD 的这个风阻值当然不是什么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好表现，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数值其实代表了 Lexus 他们对于这辆车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是相当的用心。特别你还可以看到它的尾灯，它的尾灯是突出于它的车尾之外的，它是隆起来的一块，它其实对于导流有很好的效果。那个效果不是说我们就讲导流这么简单而已，它是有办法减少乱流产生。一辆车好的空力设计，其实对于它高速行驶的稳定性也好，竞速性也好，其实都有正面的帮助。那我觉得接着呢，还可以跟大家提提我蛮喜欢这辆车的几个地方。你如果看到它外面的话，你可以看到像它的 LED 雾灯，它的造型有点像方转，看起来很精致。那在头灯下方呢，它有一个六角形的头灯清洗器，看起来也是挺帅的。那在我旁边的这个后视镜呢，它也是跟跑车一样，它是粘在门板上，不是跟你的挡风玻璃结合的哦。除了在造型上，对于你行车的这个视野，其实也有更好的表现。那你如果提到车内的话呢，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很酷的地方，就是在它这个中控台下面，它这个12伏电源孔其实是隐藏式的，我只要轻轻一压，它就会升起来，你就可以感觉到哦，这辆车在做工真的是蛮别致的。那当然，你如果提到眼前的话，虚拟仪表再加上这边很方便，你调行车模式的旋钮，你在调整的时候，你不用像其他车一样，你眼睛还要瞄到下面，你一样可以看着路就可以进行调整，这是我很喜欢它的地方。但是你要说 Lexus UX 这辆车就称作完美嘛，我并不会这样认为。因为你如果看到中控系统，我们就先不论它的中控萤幕大小好了，我们单讲它的这个 Remote Control 系统，我必须承认它跟旧款的系统来比，它没有那一个过度灵敏的那一个滑鼠，我觉得那个用起来实在有时候很不贴心。现在呢，它把这些有的没按键全部集成在这边，只要用手写板加后面的有点像手肘你放着就可以控制的这个机构在那边，其实已经就手了许多。但是我必须再讲一件事，就是说当现在的可能 maybe 百万等级的国产的休旅车，他们开始都已经在重视说可能我的中控系统要导入语音控制，那这个时候 Lexus 它导航没有语音控制，我觉得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跟得上时代。再来还有一点，我觉得中央安座这边它的做工要是能再扎实一点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我像现在 D 档，我在换到 S 档，
S 档 D 档在互相左右切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它这一个整个底座其实是有一点点松动的。那另外一方面，这辆主打都会使用的这个小休旅呢，它当然在后座空间它表现不会太大，而且它座椅的泡棉来讲设定也蛮舒适的，充电孔、后座冷气出风口也都有给你。只是呢，你如果可能要求说，我后座乘客还要有办法翘脚，或者说你可以做到非常的宽裕的这种设定的话，这辆车真的就没有办法做到了。再来后箱的部分，因为我们这辆车它是有配有备胎的，所以呢，它自然在行李箱空间上没有再办法进行扩充，它一般状况下就只有325公升，说实在真的不大。那提到安全呢，我觉得大家就比较不需要担心 Lexus UX 这辆车的表现，因为这辆车已经搭载了 LSS Plus 的主动安全防护系统。这套系统呢，其实包含很多东西，最重要的应该大家最喜欢的就是它的 DRCC 30公里以上就可以使用的雷达式的感应车距定速系统。那除此之外呢，包含像是自动远近光的头灯，还有像是你在比较高速的时候会使用到车道偏移警示、车道偏移辅助，这些东西都有给你。那当然你剩下能想到的包含像是循迹啊、动态稳定系统、斜坡起步辅助这些东西，还有包含像是刹车力道分配，这些它都有给你。只不过我必须讲，这辆车要是能再多两个东西就更完美了，那就是如果能再加上环境系统还有盲点侦测系统，那我觉得这辆车表现会更棒。我相信各位第一次看到 T Car UX 的试驾影片，应该是上次德哥在日本试驾的那一支影片，对吧？那我们今天试驾这辆车其实有点不一样，它不是 UX 200，它是比较后来才上市的 UX 250H。那顾名思义，它是一台油电混合车。它的引擎呢是搭配 2.0 升的自然进气引擎，拥有的技术包含像是进排气可变气门、D4S 的双重喷射系统，而且重点，它把压缩比从原来的13:1拉到现在这台车的14:1，所以呢，整个引擎的热效率其实已经上升到 41%， 非常的高。那你要说它的动力，这颗 2.0 升的引擎，它最大的动力是146匹。然后扭力是19.2公斤米，我知道这个大家听到会有点怎么会那么低？但是不要忘了，它还有电动马达的帮忙，所以这辆车它总 total 的重效马力其实已经来到178匹。178匹来说，它当然不是非常的狂妄，可是因为它的新的 ECVT 的变速箱，其实传输效率也是相当好，尤其在它刚起步的时候，又有一档的齿轮可以帮它把车速快速的拉上来，所以我在全油门加速的时候，我并不会感觉到说这台油电车会让我感觉动力疲弱，完全没有那种感觉。我相信你如果够爱车的话，你应该听过这段话，就是说如果一辆车它不能带给你在开它的时候让你感受到快乐，那么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交通工具而已。那你如果要提到 UX250H 这辆车呢，它其实在 Lexus 它一贯保有的舒适宁静之外，它还有其他的东西，像是它由高刚性钢材构成的车体，它其实非常的强悍，但是它用了很多的铝合金板件，带来很棒的轻量化的效果。除此之外，因为这辆是油电车，所以它把电池放在了后座座位的底下，也让这辆车的重心变得很低。重心低这个东西根本就是一个操控春药。为什么？因为重心低就代表你开着它在 P 弯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怕。那再配合上，因为他们现在丰田旗下的这个底盘，这一台是 GAC 的底盘，前麦花臣后双 A 背的这个悬吊，真的表现是非常的出色。它既兼顾了在市区行驶的舒适度之外呢，其实你在过弯的时候，当然它还是会有侧倾，可是它的侧倾表现其实是让你感觉你可以预期到这辆车的表现。另外一点，它纵使在比较高速的状况下可能会有推头的状况产生，因为它后轴还是会适度的往外稍微滑移，自然就帮你补正掉了转向不足的现象。所以我认为你就算是性能迷，就算你不是休旅车迷，我觉得你只要开到这辆 UX， 你也会非常喜欢。你可以看到 Lexus UX250H 它真的是一辆非常个性有型的车款。看到其他方面的话，
它的安全配备给的够水准，那它的车市表现呢，它虽然不是非常的宽敞，但是我相信对于年轻买家小家庭而言来说已经是相当的够用。当然它如果能再加上包含像是天窗、导航、盲点侦测、环境摄影系统，这些都能让这辆车的价值再往上提升一些，只是肯定的，那这辆车到时候的售价也会跟着扶摇直上。那你要谈到它的动力系统来说，油电系统它除了带来节能的帮助之外，178匹的最大动力其实也让它拥有了比 UX200 更强悍的加速表现，0到100只需要 8.5 秒。那你如果考究到它的 GAC 底盘来说，它除了拥有舒适的本领之外，其实在山道表现上其实是相当近趋于掀背车的那种犀利表现。所以我相信如果你没有非常大的载人载物需求来说，我认为 Lexus UX250H 它其实对各族群的消费者其实都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